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op。 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放宽了一些防疫要求，包括本港在内也都实施了零加三的入境，这个哇劲大的放宽，大家不知道 plan 了你们行程未呢？所以今天就身边请来 K6 的 Kenny 过来聊聊天，了解一下究竟我们港人现在外游的意欲是怎样，还有什么新的取态和趋势，最重要帮到大家接下来定一些策略。